开始看到剧本的时候，觉得这个是编出来的故事，对。但是后来询问本尊，他们才告诉我们，没有这件事情是真的。那我们一般人是很难理解为什么这样的故事会发生。可能也就是忙碌，他以前年轻时候的那个少女，不是很喜欢看电影的什么情节，什么爱情故，对对对，把它收起来，好像都没了。